龙啊，篮球不是在这里玩的，那边玩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冷，身高173的高冷。滚，滚吧，你滚。称自己高冷原因是，身高，而且也算上年纪了，还有我喜欢哦。棒棒的，哇哦！现在孩子去篮球场。爸爸拿大大的，然后你拿小小的。抱！抱啊！我家附近没有适合小孩玩的篮球场，其实应该是几乎没有的吧。哎呦呦！怎么拍呢？球？哈哈哈，那里滑滑梯高高可好玩了，赶紧去。不用爬，你爬一下看看。你刚才不要玩滑梯吗？诺，不玩了，不要玩了，赶紧过去，妈妈陪你，妈妈拉，妈妈牵牵。不要碰了。妈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爸爸弄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牵牵你，那你站起来，妈妈牵牵抱你下来，站起来。你上去啊，来。上去。爸爸。你上去。哇。哦，那那么厉害。哎呀，那么厉害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呦哎呦，那么用力啊！你抓好了呢，要抓紧紧啊！又下来啦，就摇两下你就下来啦，弄弄。不要不要下来，不要下。我儿子就是玩东西没什么耐心。上去感受一下下就结束了。那你就摇了一分钟。你都会爬吗？小心，高高不行啊。阿婆，楼梯 ，purple 的楼梯。刚才的那个公园没玩够，又回来这个熟悉的公园了。也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公园了，刚才篮球场其实也不远，就在地铁站对面。你看，走。哦，走咯。那哥哥姐姐回家咯，走咯。姐姐。哎。你要走了呗？走咯。从这个公园过去也就五分钟的路程，地铁站离我家走路大概8分钟。怎么了？在跳舞吗你？感觉在英国的房子，到处都有公园，还真是这样的。有住宅的地方就一定有公园，当你有压力就来这里坐坐。爸爸会，会什么？爸爸会，会什么？会什么？爸爸会。会什么？爸爸会什么？放轻松一下，把生活节奏慢下来一下下。每个人都会有生活压力，所以抽一点点时间出来，冷静一下，慢慢思考。一起玩呢，没事，一起玩。一起玩。那一起玩没事，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如果真的解决不了的话，那就不要去管，不去想，随他而去。你看，你把妹妹吓走了。你吓走了，怎么办？解决不到，生活还是要过的嘛。不适合自己的地方，就不要硬待着，辛苦的是自己，何必呢？人要找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待着。
工作生活才会更顺利。天下那么大，一定有属于你的地方，需要你不要气馁自卑，多把握机会，多换几个不一样的环境，一定能行。好了，今天说到这，是时候来点音乐了。 Music 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呦来，自己说。一二，然后你那个尿布诺，我的天，嗯，哎呦，哎呦。